忆佛念佛，常常想佛，不要想别的，想别的都是搞六道轮回，错了。我们把所有一切的想念放下，只想阿弥陀佛，这就完全正确了。这世间人最难舍的亲情啊，我们连亲情都要放下去向阿弥陀佛。我是真爱这个亲情，为什么？我往生之后，他决定的是我会帮助他了啊！现在一般讲我会加持他了。我要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亲情再亲，没有办法永远在一起啊！一口气不来，每个人业力不一样啊，过人到过人地方就投胎啊，永远不再认识了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。了解这个思想，连亲情都把它变成阿弥陀佛啊，决定得生，真的得生了，家人都被渡啊。我们住在香港，香港大概在40年前，东林觉院的老太太啊，活动就是啊，是位将军啊，活动就是夫妻两个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老太太念佛啊，是儿子媳妇很孝顺，在家里给老太太空一个房间做小佛堂，让老太太在家里念佛，他们是学基督教的。啊，虽然信仰不同，不相妨碍。啊，一家和睦相处。临走的时候，老太太献了一招，欲知是知，坐着走的。啊，而且还招待记者。举行，亲戚朋友啊，大家都来送他。啊，真走了，啊，盘腿走了，儿子媳妇真看到了，念阿弥陀佛了，渡了一家。你看，临终这一个事情，一家人渡了。啊，东林觉院这个房子就是他们家的房子，捐献出来做道场。啊，老太太高明的，一生不劝儿女学佛，最后表现这个，真看到了，对，全家学佛，啊，影响很大了，啊，许许多多不相信佛的，看到了，听到了，都相信，现身说法。所以，忆佛念佛，大势至菩萨说：“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”啊，意识在心里头，心里头真有佛，叫忆佛，叫念佛。啊，不一定在口头上。啊，但是口头上念佛有好处。口头上念佛是自他念力，啊，别人听见了，他就跟你有缘了。我这里念阿弥陀佛，他听到了。啊，我把阿弥陀佛的种子种在他80心田当中，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。
将来遇到缘，就这个种子遇到缘，慢慢增长，他将来最后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成就早晚，那总在遇缘不同。啊，他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最初的种子是你这一句阿弥陀佛给他种下去，啊，所以跟你有缘呢。啊，这是开口念佛有这些好处，还有皈依神能听到。